欸，说真的，当初韩总在高雄的时候，其实我不太反对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个时候的全台湾都在盯着高雄看。真的，那个时候的全台湾哦，都在盯着高雄看哦，就是眼睁睁就盯着你在做什么。你说错了什么话，我就马上给你纠正出来。你做了什么事，我马上给你纠正出来。对。然后那个时候高雄大家就觉得高雄超级有名，我们在高雄人马上就是好像要超越台北了。然后换了期迈之后，就是对高雄又不见了。至少好笑，其他不好笑也没做事。哎，对，其他不好笑好像也没做什么事，哎，超好笑。房价涨，哎，对，那个时候好像房价有涨。